亲密关系充满浪漫的气息，婚姻本来是爱意浓浓，不过可能因为彼此的兴趣爱好而有冲突，需要多一些同理心或各自的独立空间。工作上传统的架构受到冲击，有危机感。月亮来到白羊座并三分火星，情绪比较容易激动，发脾气也会给自己找一个借口，内心渴望马上开始展开行动，竞争意识强烈。金星在水瓶座四分火星，爱情可能有挫折，挣扎也比较多。水星与海王的合相则在沟通的时候具有同理心，但比较容易表达不清楚。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